北部地区转冷有雨的天气，民众要多加注意。至于入夜之后的天气状况，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跟满洲最低温15度，高温是只有22度，注意短暂的雨势。台五来一根春日最低温降到13度，而高温是只有22度，多云的天气形态。三地门雾台一根马家最低温11度，高温是有22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4度，地点是在桃园，而高温是只有19度，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嘉义达里山温度是落在3到17度之间，日夜间的温差大。南投的原乡最低温降到2度，而高温是只有18度。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7到18度之间，多云的天气形态。苗栗的原乡最低温降到10度，地点是在南庄，而高温是只有16度。新竹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7度，地点是在坚实，而高温是只有18度，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北部地区乌来跟复兴最低温11度，高温是只有17度，注意短暂的雨势。宜兰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温10度，高温19度，同样留意短暂雨。花莲的部分，新城、花莲市跟吉安最低温18度，高温是只有21度。秀林跟万荣最低温10度，高温20度，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受风跟封冰最低温16度，高温是只有21度，降雨机会最高有70%。凤林、光复跟瑞穗最低温15度，高温20度。花莲南区的部分最低温降到2度，地点是在卓溪，而高温是只有18度。台东海岸线的部分最低温17度，高温21度。纵谷地区最低温降到10度，地点是在海端，而高温是只有19度，多云的天气形态。鹿野、台东市跟卑南最低温14度，高温是有21度，多云的天气。南回地区最低温降到12度，高温21度。亚美达务主任的兰屿温度是落在19到23度之间，注意短暂雨势。外岛的连江、金门跟澎湖最低温15度，高温是有21度。